明日之后3周年回顾第四季了，来看一看小趴的求生日记簿。2018年11月8日第一次玩明日，在这里呢生存了1062天，超过了 98% 的玩家。我一共完成了1752次区域行动，最喜欢的是红山茶会，居然参加了391次。我一共参加了7个赛季的辐射高校，最高爬到了173层。这一年里我一共消费了5761万金条，其中购买次数的商品是松果。哎，不是，我一个零氪玩家，我哪里来的5761万金条啊。2018年10月28日第一个同居徐小多，3年过去了，我就换了10个伴侣。哎，不行啊。第一个好友李四岁，与我聊天最多的是小周，一共对话了6834次，好感度最高的是喵百万12万。我的同居咖喱妹妹帮我实现过一次心愿，我的第一个营地云深不归处，不是这个营地啊，难道说改名了？现在在以战止战，快去看看你自己的3周年回顾吧。